我咧关心到选战方面的消息，这是蔡英文陈明文中部乡奥运会上午来成立，奥运会会长李碧晶替陈明文致上客家领巾，陈明文也扛着扁担，象征以客家人的朴实特质来为家己拍拼。总部主委张法官也呼吁少年人倒来家己投票，并冲冠着民进党的得票率。中部乡奥运会由总部主任委员张法官授旗，乡长李碧晶担任奥运会会长。也因为中部乡有不少的客家人，李伟陈明文在馆长任内，争取兴建客家文化会馆，强化在地客家特色。李碧晶也为陈明文戴上客家领巾、扛扁担，象征以客家人的人格特质为家己拍拼。啊，有真多的工会拢在做吼，尤其是咱大家知道，中部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所在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一直认为讲中部的观光的产业，咱应该爱来个带动，爱来个发展了。张法官强调，马总统廖先生撞见跳票，连关心事的行动也跳票。张法官呼吁乡亲支持活动执政，而且要冲冠投票率和民进党的得票率。少年人一定要叫伊倒来投票，咱只要投票率若悬，咱就一定赢起来啊！台湾才有希望啦。中部奥运会是由乡长李碧晶担任会长，竞选干部涵盖农会总干事李碧云、关议员罗树阳、陈碧林、农会理事长含代表会正副主席等意见领袖。新闻科技红中部乡采访报道。